今天我们讲鸟的画法。鸟类在花鸟画这个题材范围中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平常说花鸟画，总是把花卉和鸟类，也就是说翎毛相提并论，在一起来提。在有些画面中，鸟是重要的配景，在另外一些画面中，鸟是主体，它是主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初学的画画的人对画鸟往往感觉到无从下手，或者画了这种鸟不会画另外一种鸟。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对鸟的基本的生长规律和基本的画法没有掌握。今天我们就这一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讲讲鸟的生长规律是什么，鸟的画法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鸟类是动物中间脊椎动物门鸟纲，它的大的分类是这样。因此我们在讲它的结构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和其他的脊椎动物，比如说哺乳类，就在结构方面有共同之处，尤其和我们人类有共同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哺乳动物都是四足行走，人呢是两个脚在走路，鸟也是两个脚。这样的话，我们在讲鸟的骨骼结构的时候，可以和我们人类相比较，这样容易记忆，容易理解。今天我就采取这个方法来给咱们讲讲鸟的骨骼结构，了解了鸟的骨骼结构，然后对鸟的外部形态才能了解。在这之后呢，再讲一讲鸟的外部形态。现在我来讲鸟的骨骼结构。先讲鸟头部，头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这是鸟的头部，这是眼眶。鸟这个骨头，鸟头部啊，基本上就是这一块骨头。另外呢，还有一个下嘴骨，由这两块骨头组成鸟的头部的结构。这一点和我们人类就有共同之处。我们人类呢，头部上部是一个颅骨部分，是一个整体，在下颌骨又是一个整体。因此呢，这个鸟的头部和人头部一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外部来看，只有透视的变化，没有运动方面的变化。如果一定要讲运动变化的话，只有张嘴和合嘴这一个动作。掌握这个特点，我们就知道画鸟的时候把头当做一个固定的东西来画。在头骨的下面是颈椎，颈椎再往后边是鸟的脊柱。鸟的脊柱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脊柱比较起来有一个不同之处，其他动物哺乳动物它的脊柱部分是能够运动的，能够灵活运动的，特别是腰部，人的腰部也是很能灵活运动的，其他的哺乳动物也是能灵活运动的。但是这个鸟呢，由于长期飞行进化的结果，它愈合在一起了，整个脊柱愈合成一个整体骨头。这就说明鸟的这个躯干的这一部分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部分。画的时候把躯干部分当作一个固定的一个大的宽面来画，它的躯干部分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前面有锁骨，后面这脊柱这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在后边这一部分
这个部分这骨头叫增健骨，增健骨就相当于人的骨盆这一部分。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和人的这个图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比较容易记忆。比如我们画一个人，人的骨架，人的颈椎由这个地方长起。为了方方便起见，把人这个状态，我们画成这一个这个样，让类似鸟的这个形态这个样子。前面呢是胸廓，后面呢这有一个骨盘，在骨盘这个地方生长一个骨头，叫股骨，就是大腿骨。鸟类呢，在这个地方也生一块骨头，这块骨头名字也叫股骨。人类在股骨的下面一块骨头，也就是小腿骨。小腿骨呢，它名字叫胫骨。鸟类呢，这也有一块胫骨。人类呢，在这个地方，脚腕这个地方有一块叫腹骨。脚掌这一块叫趾骨。鸟的这一部分相当于人脚这一部分，它没有腹骨和趾骨之分，干脆就叫做腹趾骨。人的趾骨下面是趾骨，鸟的这个腹趾骨下面也有趾骨。我们看起来，鸟类和人类的结构不仅结构的方面是有相通之处，而且身份名称都也有共同之处。人这个地方有一个胸廓，鸟类呢这地方也有一个胸廓，这肋骨啊，人类在这个肋骨的前面有一个骨头，扁平的骨头叫胸骨，鸟类呢也有一块叫胸骨。不过鸟类这个胸骨和人类的胸骨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人类的胸骨是扁平的，鸟类的胸骨呢前面有很长的一个凸起，像一把刀子一样，叫做龙骨突。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块凸起来的一个骨头叫龙骨突。这个它之所以进化的这个状态，是因为在这个龙骨突上要负责很强大的肌肉来牵动翅膀的运动。人呢
在肩膀上它长的这个是卷骨头。鸟呢也是它的前肢也是分这个三节，人这个骨头这一块叫肱骨，这一块骨头呢是两块，下面这一块叫尺骨，上面这一块呢叫桡骨。鸟呢它翅膀为了方便起见也是从这个肩部这开始向上长，这块骨头呢也叫尺骨。再往上长了也有两块骨头，这不叫尺骨，这叫肱骨，和人这个一样，这一块叫尺骨，这块叫桡骨。人再往前讲，掌骨、指骨，这块呢叫掌骨，再往前讲叫指骨。这样呢，作为鸟的内部的结构啊，我们和人加以比较，就看到它有共同之处，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记忆。那么，由于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外面，就附着有肌肉。在头骨从这个地方来起，在这个基础上形成鸟的外部形态。这一块骨头呢叫尾鬃骨，尾鬃骨上负责少量的肌肉，在这少量肌肉上面，它是长尾巴上的羽毛。这样就形成鸟的外部形态。那么这个腿呢，在鸟的这个股骨这一方面，就是股骨啊上面有最强大的肌肉，这么一块，这块的肌肉，也就是我们平常吃鸡的时候那一块鸡大腿，很大的一块肌肉，很强健的，它是为了牵动鸟的胫骨这一部分来运动。在胫骨这一部分有一块肌肉，这个比较小的，我们简单把它称为一块，实际上很是很多条肌肉的。这个肌肉的作用呢，是牵动腹直骨这一部分，也就是叫做脚这一块，这一块是脚，它的运动。可是呢，我们从鸟的外部啊，看见只能看见胫骨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看见胫骨的一部分。这个股骨，也就是大腿这部分，外边是看不见的，它在腹部的侧面，那皮肤下面包含着，但是它运动是很灵活。有很多青年朋友们画起画来不知道鸟这个腿是在从什么地方长的，这个关节究竟是靠后还是靠前。结果我们这样了解这个解剖关系以后啊，知道鸟的真正的固定不动的那个关节是在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关节是不动的，其他这些关节全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这个腿大腿这一部分，也就是胫骨这一部分抬高了，股骨这一部分抬高了，
胫骨这部分也可以向前移，那么腹直骨这一部分也可以向前移。这样就形成了胫骨这一部分出腹部这一部分的时候，不是从一个点，它可以很后也可以很靠前，决定是什么呢？就是决定它的行走的姿态和站立的重心这个要求。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解剖关系以后就知道了，就是我们画鸟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灵活的，可前可后，决定因素是怎么样支撑重心。知道这个结构以后，我们还知道一个道理，鸟类什么地方是最能活动的，什么地方是最不能活动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鸟的整个这个躯干部分它是不能活动的，因为它的脊椎，它从胸椎腰椎到剑椎都连成一体，它不需要这样活动。因此我在画画的时候可以把躯干部分当作一个整体来画，而且由于它长期飞行的关系，进化的关系，成为流线型，成为卵型，这一个大部分就是一个不动的整体。它的翅膀呢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画站立的鸟翅膀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只有飞翔的时候翅膀才起作用。在这个翅膀上它是一种什么结构呢？它是有这么几个，在这个上边附着有肌肉，这是肌肉，在这个肌肉上它长羽毛，这是一部分羽毛，这是一部分羽毛，这又是一部分羽毛。翅膀羽毛分三部分，三个大部分，这三大部分这就形成一个翅膀的形状。这三大部分怎么来看它的这个形态呢？待会儿我们单独来讲。刚才讲到躯干部分是不能活动的，另外一个部分呢也是不能活动的，就是头部这一部分。头部除了下嘴能动以外，其他地方都不能动。因此我们画鸟的时候先抓住两个不能动的部分，一个是躯干部分，一个是头的部分。这两个地方，这两个部位只有透视的变化而没有动作的变化。把这两个不动的地方抓住了以后，然后再抓能够动的地方。鸟最能够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一个是脖子，一个是翅膀，一个是腿脚，这个活动能量很大。由于鸟类它翅膀起了飞翔作用，它前肢的动作啊，其他动作就丧失了，于是它的脖子这一部分就很灵活，它很灵活，它可以向前，可以向后，可以向下，可以伸直，可以缩短。但是呢，无论什么鸟类，有的很长的脖子，有的很短的脖子，都有一个共同形态上的特点，都是一个 S 型。开始时候从头骨这地方下来，向后，再向前，再向后。因此呢，我们画鸟的时候，有的鸟脖子伸得很直，那么我们就把它看成是脖子的最长的这个限度。有的鸟脖子就缩下来，缩起来了，缩起来这个脖子不是，打比方说，不是像手风琴那样折叠起来缩起来的，而是几个折啊，经过先向后再向前几个折。于是比如说缩脖子，鸟类呢先向后这个比较厉害，向前这个也比较厉害，这就是缩脖子这个
这个形态。这些是了解了这个生长规律以后啊，就能知道这个情况。这鸟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内部结构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鸟的内部结构，就是知道它的画法。画鸟的时候，先把最大的这一部分躯干部分，它的位置定了，再画头这一部分。头这一部分，它距离躯干部分有多远呢？待会儿我们具体画的时候，起稿的时候再给大家讲。总的来说，它的头部距离躯干的最远的部位，只要不超过脖子身长的长度就行，至于短，短到任何程度都可以。现在是我们把鸟的内部结构，知道它怎么动作，这个讲了。下面我们再讲一讲鸟的外部结构。现在我们再看看鸟的外部结构。现在我们画一个鸟的外形，一般鸟的外形。这是鸟的嘴，它的头部，鸟的外部的外形大体是这样。这地方是鸟的翅膀，这是鸟的小腿部分。在鸟的这外形这几个部分，分几个大的部位。这个大的部位，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这个地方是眼。眼睛不用再写上了。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额，这一部分我们称它为顶，这一部分我们称它为枕。像我们人睡觉枕这个地方有一部分叫耳语，它下面盖着一个耳朵的地方，在这一部分就是颈，它是脖子。颈呢还分几个部分，这就不细讲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要讲一讲。这一部分叫喉，这一部分叫壳，这一部分叫背，这一部分叫腰，这一部分叫尾上腹羽，这个界限呢，我们就不一定把它分那么清楚，是背和腰界限在什么时候，大致是这个样子吧。我讲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作画的时候、画鸟的时候，这一部分名字不一定记得准，但是部位都得有。这一部分叫胸，这一部分叫腹，这一部分叫尾下腹羽，这就是尾羽。
这个翅，鸟的这个翅膀等会再讲。这是小腿，这是脚，这是指，我们作画的时候，这个还有一个部分叫做这一部分叫鞋。我们作画的时候，或者做写生的时候，注意到每一种鸟类这几个部分的变化。我们常常对一些鸟的命名，就是采用这些名词。比如说有一种雉鸡啊，这个雉鸡。至于它的脖子这儿有一道白里圈，就把它叫做环颈雉，环着这个颈部的一个雉。最常见的顶部，这是顶，顶部要是红嘴鹤，就叫它单顶鹤。有一种小鸟在壳这一部分有一点红，叫红点壳。或者叫蓝顶壳。我们画锦鸡，有的锦鸡肚子是白的，有的锦鸡肚子是红的。是白肚子的锦鸡，我们就叫它白腹锦鸡。肚子是红的，我们叫它红腹锦鸡。可见我们知道这个部位在命名的时候，或者记录它的每一种动物的特点的时候，都得要看到哪一个部位是什么颜色。有的鸟呢，这个腹羽，平常我们很多初学画画的人往往忽略这个腰部和尾羽之间有一段叫尾上腹羽，这一点很重要。往往不画这个尾上腹羽这一部分，就显得这鸟的尾巴长得不自然。尾上腹羽呢，有的长得很长，有的长得很短。比如画公鸡，公鸡这尾上腹羽就比较长。如果画公鸡的尾巴没有这一块，就好像尾巴是硬插在它身上似的。所以这每一部分我们都得要把它画清楚。那么鸟的翅膀它结构是怎么样呢？刚才我们从上边那个图解中间已经知道翅膀是这个样子，分三部分。翅膀一定要分这三部分，在这三部分的前面盖一层三层小的羽毛，这小的羽毛各有名称。总的来说，我们叫它腹羽，覆盖在上面的羽毛。下面这三部分羽毛，我们给它起名叫飞羽。飞羽这三部分又怎么分呢？第一部分。最前面这个飞羽很大很长很硬，它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飞羽，因此我们叫它初级飞羽。到第二部分，也就是鸟的耻骨，这就是在这个掌骨和趾骨上长的这个羽毛，在耻骨上长这个羽毛呢，这一部分叫次级飞羽。最里边的这一羽毛叫三级飞羽。我们画鸟的时候，这三部分都应当分明，都应当有。如果缺一部分或者一部分含糊不清，这鸟画起来就不生动。
当鸟合起翅膀的时候，靠外面这一层，出去飞这一层，它就掩盖到下面去了。上面呢，所出现的都是复羽和次级飞羽、三级飞羽，它在上面盖着。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一般都是比较短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特殊情况。比如我们画丹顶鹤，很多人认为丹顶鹤是黑尾巴，其实不是，是丹顶鹤的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是黑的，而且羽靠里面比较长，当它翅膀合起来的时候，正好搭在它的白的尾巴上面，成一个好像黑尾巴的样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翅膀这个结构啊，必须进行这样的了解。关于鸟的外部结构啊，我们就讲到这儿。外部的形态呢有很多不同，有的鸟脖子特别长，有的鸟脖子比较短，但是它都离不开这么一些部位，都离不开这么一些活动的规律。关于这个鸟的结构这一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刚才了解了鸟的基本结构，下面再讲画鸟的基本技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在初学画鸟的时候，必须要起稿。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画画很有经验的人，人家不起稿，初学画人也不起稿，于是这个画呢形象就很松散或者不准确。现在根据刚才讲的这个鸟的结构，我们先讲讲怎么样起稿。拿画八稿为例，待会儿再做一些具体的示范。刚才我们了解到，在讲解剖的时候有两个最基本不动的东西，我们先画这两个不动的东西。躯干部分，躯干部分呢，从外形上来看基本像一个卵形，我们就这样画，起稿的时候大概就这样画一个。画鸟一般都是这个作为躯干部分啊，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另外再画一个卵形，也是它本身不会动的东西，就是只有下嘴能动，上半头不动，这就是它头部。根据这两个再进行加工，比如说在这个大的卵形方面，我们画出鸟的翅膀来，两个翅膀，再画尾巴，尾巴呢是在这个鸟的背部基本沿着切线转下来，这画了鸟的尾巴。头部怎么加工呢？画头部的时候，我们先把眼睛的位置画出来，因为眼睛的位置比较在头部来说比较居中，把眼睛位置画出来。然后呢画嘴，嘴是三条线画成，我们先画最中间的这一条线，因为呢最中间这一条线从解剖上来说容易确定，它就在这个眼眶的前下方，我们现在画的眼睛就在这前下方来画，这就是它嘴中间这个缝。在这个上面呢画上嘴，在下边画下嘴。刚才我们讲到身子作为一个固定的东西画，把它画好并不难。头呢，我们把它理解一个固定的东西也不难，难在脖子上，然后我们把脖子连接起来，把头部和身子连接起来，按照脖子的那个规律给它连接起来。这样一看，这个一个比较生动的鸟就行了。当然了，我们画具体的鸟并不是说一定要像一个鸡蛋样子，
鸡蛋有长的，有短的，这个不一样。而且外部这个情况我们还要进行修改，这基本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下面再画小腿。刚才我讲了，小腿从腹部出来的地方可前可后，可以说从什么地方出来都可以，目的是要支撑出身体的重心。我们假设小腿从这个地方出来，然后画它的脚，这是一只脚。我们现在看这一只脚能不能把它重心支撑好，显然是不能。为什么呢？这个鸟的重心呢，大概是在这个躯干部的重量，再加上头的重量，在这个中间来找重心。从这张画来看呢，这个爪子太靠前，那么另外一只爪子只有靠后一点，才能把整个身体重量才能支撑得住。这样再画第二个爪子，这鸟的形态就出来了。这鸟基本形态是这样。如果画不同的鸟，比如说像这里画法，基本上鸣禽类，像八哥啊，鹩哥、伯劳啊，这一部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画。那么画别的东西啊，也是用这个方法来画，不过它的比例长短不同就是了。比如画鸡，画鸡呢，我们这个卵形不妨给它画的圆一些，头部和躯干的比例呢，不妨画小，头小一些，这个画小一点。翅膀呢，它短一点，鸡翅膀不是短一点吗？然后把鸡头照这样方法来画出来，这个比例啊就比较像这个鸡。再加上罐子，再比如说我们画鹭鸶，也可以用这个部分来画，就画出身子躯干这一部分来，它的形状呢有点不同。画这个头呢，画的要远一点，因为它脖子长，这样来起稿。嘴也长，这把它的特征就画出来了。这鹭鸶这个稿子就这样起出来了，用这个方法起稿比较方便一些。用这个方法来起稿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说头的动态、头的角度可以由我们来设计。我们画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按照刚才那个起稿的方法是这样来起稿，这个鸟是这个样子，假如我们把这个鸟的身子先画好以后，我们感到这个头仰这么高不太好，要再低一点，我们可以把头这个放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画成一个缩脖子的鸟。或者呢，我们把头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关键是把脖子要画好，向前探着这个鸟，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头画在这个地方，这就形成这样一个鸟，甚至呢我们可以把头画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同一个躯干可以有不同的头的这个变化。假如我们是起稿是这样，假如不起稿画，我们先画了身子再来考虑头的位置也不晚。当然了，画脚要放在最后，因为随着头的这个变动，身体的重心也会变动。如果这个这样的话，这头的这个重量加到躯干的重量后边，于是躯干的重量就后移。像这样的动态，头已经伸到前面去了，整个身体重心就前移，因此就画这爪子的时候就考虑它前后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画这个鸟的时候，画刚才讲脖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地方，翅膀在不飞翔的地方不活动，两个爪子活动的关键就是要掌握住能够支撑住重心。这样我们初学者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多次练习，或者采取一个鸡，或者采取一个八哥，或者其他鸟，反复这样练习，逐渐就会把鸟的形态就掌握了。下面我就讲一讲真正的画鸟的时候从什么来入手比较方便。我建议大家画鸟的时候首先画好八哥。为什么先画八哥比较方便呢？因为八哥的体型比较适中，比较容易举一反三发展到其他鸟类，这是第一。第二，八哥的颜色比较单纯，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先着重于它的形态，可以对它的色彩的考虑少一点。那么在下笔的时候从哪下呢？按照刚才我反复讲了好几次，似乎都很重视这个躯干这一部分，因此我们下笔时先把躯干这一部分先画好，然后再画头再画脖子连接起来，这样比较方便。下面我们以画八哥为例来讲讲怎么样下笔，怎么 把各种姿势画好。这样现在我们来画八哥，了解了刚才的它的结构它的画法步骤以后，我们就这样来实践。比如画八哥，我们是刚才是从躯干部分来画，躯干的又是哪一部分呢？我们从背部画起，这方便。这是八哥的背，画的时候呢用中等的笔蘸着浓墨来画八哥。这部分是它的翅膀的羽毛，这部分是另外的翅膀上的羽毛。这样八哥这个背部啊就画出来了。刚才我们讲结构的时候，它的尾巴在什么地方呢？尾巴在背部上面这个当做一个圆，当做切线，这样来下来。背部和尾巴画好了，现在我们画胸部和腹部。这是小腿。画完这个以后，我们再画头部。头部怎么画呢？头部用稍微细一点的笔，用勾线的笔，先画眼睛。刚才讲了，在眼睛的下前方画嘴，然后把头再画出来，
画头的时候要注意，每一种鸟头部形状、具体形状不同。八杆头部呢，它是比较偏于狭长，用脖子给它连接起来。八杆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在嘴上边前边有装饰性羽毛，装饰羽毛，画这个八杆特点就出来了。就是身体画好了以后，再画它的脚。按照刚才我们讲，画两个爪子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它重心是不是站得稳。像这样画，这只八杆重心就能够站稳。它站稳的标志是什么呢？它标志就是先找它的重心。这只鸟如果不是它的几何的中心，后面这个翅膀和尾巴基本上没有什么重量，因此它的重量差不多在这个卵形的正中间。再加上头的重量呢，还要前移到胸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画一条垂直线，它落在前面只脚上，这个鸟就算站得稳；落在两只脚的中间也算站得稳。如果落在这后脚上，稳是稳，但是它没有前进的动力，不好看。用这个方法来画，可以画出这八个就这样来画了。再画这八个看看。反过来画，还是先画背部。在墨色上，基本上在一只八杆身上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画八杆多了，可以有浓淡的变化。画这长的，就是刚才讲的初级飞羽。刚才讲了画这个小腿，因为它这地方不是一个固定的关节，可以向后可以向前，这两个比较起来，这个就靠后，这个靠前。按照画头这规律，头本身形它的形态是不变的。画这个可以把这个头转过来，画这个八格我可以作为学习换鸟的基本的练习长画，它也可以和各种花卉配合起来。这是两用同样的方法画出两只不同姿态的八杆。最后画脚，画两只脚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样把它重心能支撑好。画这个爪子的时候要注意爪子的透视关系。这个爪子呢，它是三个指头向前，一个指头向后。向前这个指头呢，中间这个最长，两边比较短。因为透视的关系，这两个指头的距离比较大，这两个指头距离比较小。
这两个八字就完成了。这个画八字，这个如果画的多，就要讲说命。比如这个八字，再画一个八字的话，不能摆得很平。这就是兄弟关系。不但兄弟要有所区别，姿态也有所区别。我们掌握了这个画的规律以后啊，就感觉到画鸟并不是很困难。别的鸟就是照这个方法来举一反三处理旁通就可以了。比如说画鸡，鸡尽量很大，画起来也是这个顺序，这个方法。希望回去以后啊，按照这个，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所感觉兴趣的鸟多进行练习。这八个的话吧，我们就讲到这儿。好，刚才我们讲了画鸟的基本技法，拿八个作为例子。刚才画了三个不同的八个，我们就根据这个八个呢，可以把它完成一幅构图，加上景就可以算完成。比如说这个八个站立，可以让它站立在石头上，画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这个题材在画鸟画上非常有用，它一方面能够增加这个环境的气氛，另外一方面在构图上比较自由。画石头的具体方法和山水画有共通的地方，但是我们在画花鸟的时候呢，强调每一块石头的这个纹路，这一点和山水不一样。而且纹路强调了以后啊，比较这个纹路比较大。再画这一块石头，那么在石头前面呢，再画一点。画点竹子就行了吧。画竹子，先画竹枝，再画竹叶就可以了。在这幅画上，因为八个是主体，别的东西不要画的太多，别的都是陪衬。
花石头，石头上有点苔，这个点苔呢增加石头的苍老感、丰富感。点苔用胶墨，为了不使得这个石头上显得单调，石头往往要画一些草。画草的时候也不能马虎大意，要讲究它的疏密和穿插，还要讲草的质感。草是有生命力的，它是软的，但也有弹性，把这个感觉也画出来。画一幅画就是各个部分我们都考虑要周到一些，不能到了次要的地方我们就马虎大意。这幅画做个构图就基本上完成了，再上一些颜色就行了。这幅画作为墨的基础已经画完了，画完了我们现在上一点颜色。这个鸟的嘴画淡赭石，为什么淡赭石呢？要实际情况的话，八哥的嘴是粉黄颜色，很浅，但是为了画面的需要，比如这幅画黄颜色的成分很少，画那个嘴如果画那个颜色就太跳了，太突出了，所以眼睛也是黄的，我们都把它画成赭石的，为了整个调子比较协调。石头上什么颜色呢？石头也是赭石，但是这个赭石得调墨，用这个赭石再加一点墨，让它发黑一点。上颜色的时候必须等墨干了以后才能上颜色，目的为的是能够保持笔墨效果。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画面上这几个色块对比就出来了。八哥和竹子是黑的，石头是赭石，其他的空白地方是白的，形成几个大的色块。这一幅画基本上完了，完了以后啊，为了避免它单调，还可以再画一点，用绿颜色远处画一点淡苔点。这个绿颜色用花青和黄藤黄调起来，但这个点苔和石头上点苔不一样，石头上点苔要清楚要有力，远处的点苔呢要淡，要有一点含糊。点这个的意思就是增加一点环境气氛，使人感到苍苍茫茫，远处有一点绿色，画面就显得不单调。这一幅画就完了，完了现在要题字。题字呢，根据画面的需要，可以多题，也可以少题。这一幅画就写上创作的年月就行了。
在最后一盖章就可以了。这是盖完名章，名章是作为画面上最主要的，其他要盖点闲章。所谓闲章就是和画面的内容有一点关系，但是和性命没关系一些文字。这边盖图章呢是为了增加它的平衡感，这边红左边红颜色多了，右边来一个压脚章，这样红颜色的它就有误判。现在这方构图算是完了，三至八格形成的疏密关系，它动态的有所变化。中间这个石头呢虽然面积比较大，但是呢这点比较平，它的有寸法地方在比较靠边，比较大面积这地方平，它有一个有一种节奏感。再到下面这一部分就是黑颜色，这黑颜色它是一个块面，黑的块面，但是它的笔法和它不一样，它是竹叶的形态和它八杆形成一种不同笔法的一种对比。这做一个简单的构图，就这样。今天这个课呢，到这儿算讲完了。